大家好，我今天要送给爸爸一个机器人，它是可以来工作的。那个工作是什么呢？那个工作就是说我要送给爸爸妈妈的那个机器人，就是我的，我自己长大要做的。然后我今天是要先录起来，有 Porsche 还有法拉利，还有宾士，还有露营车，还有一个机器哦，就是你在一个地方，你在这里对不对？然后你只要按一下按钮，你要去哪，我会给你一个手表。那手表是干什么的呢？哦，这真的好难讲哦。那我们来一起来唱首歌。那我们先拍到这里为止，先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